哎、欸，你改名字了、哦，懒懒。哎、欸，小妞，快点！我想说找一个陪我去那个呀，那个梦想村，圆梦村啊，不是梦想村。小妞上线，我们去圆梦村。哎、欸，靠，不见了。哎、欸，没了吗？你安安，夜猫安安。哎呦呦呦，小妞来，小妞来。樱花早安，樱花睡觉。你还在忙，睡觉。那我读七分的忘了改掉。需要你是因为我现在身上几亿啊？8亿而已。哦，我们来烧，没有，我烧早有烧过了。我就是你刚刚在开台前，我去投胎，然后投胎前我有先烧过。然后我是自己烧完的。亮亮的，哦，一心安安。然后进去，你要帮我，我飞不到上面去，帮我飞，谢谢。我受伤了。小鱼早安，哎，好久不见，为什么还没出现？不好意思，啊，我的嘞，哎、欸，啊，他就不让我，哦，有了。
好吧，小妞，欸，你看不到对不对？还是我戴？最近大失眠，他怎么来找我？谢谢小妞。哎，我最近也不算失眠啊，最近就狂掉头发。哎，我的头发，我觉得我快秃头了，欸，哎，发秃了。我顺便做地啊，对，我想把地图解开了，欸，所以我留了一个小视窗是找那个小，看一下哦，这里这个嘛，哎，哪个位置？壁画。我本来想说找个导游，上面这里吧。你是不是换脱水洗发？对，单纯就是只是梳个头发，现在头发就直接掉下来了，不是断掉，是直接掉下来。因为头发留太长，我刚好也没超过红色，还怎么没有用小号一起过来？你说那个石碑上面如果是眼睛的话，就是做过，是吗？像这样子眼睛是做过嘛？如果是坐下符号，就是没有做过。要眼睛人就要做地图，这样起码要三小时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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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没有蜡烛就是萝卜。福一升高十三了啊，不用烧了。哦，你就真的只是要卡那个、哦，卡那么矮的。不啊，可以解杯杯啊。好。啊，一元三股嘛。玉元三股，完蛋了，要跑试炼。叉叉安安，你们知道现在全图惊人是几个了？包含破碎记的。跟你姐吗？嘿嘿，不止我啊！弹的点很机车哎、欸，终点在这边，不是试炼晚点再说，可恶啊，回家。这样解好像有点久耶。现在来拔桩，
山洞拿了，山塔，岛，大地。哎，来，山塔，摸一下。含破碎一一二哦，一一二哦，哎，那我可以十二亿了哎、欸，哇，我献祭完现在九十亿了。可是破碎机要拿完很累耶，一周拿不完，然后要去献祭。对啊，很麻烦哎、欸。干嘛开门？谢谢。Yuki 安安，还在介入人家哦，好好爽，好爽！谢谢小妞，哎、欸，是小妞吗？异性。阿人们，我应该是错过了。
水杀人魔做过，我想说隐藏图我做一做。哎，真不愧是我的记忆力，哎，真棒，繁星还没老，还可以再实况一年。还可以实况一年。哦。他门口在哪里？神殿，看来可以多养一只了，没问题。你说什么？无意哦，再想一下。故意帮我啦，我都找攻略啦，去忙你的没关系，还是你在剪，没那么可怜吧。还是辅导，导这是哪个位置？哎、欸，奥总怎么变白痴？刚算了一下，如果加破碎剂。全拿你也十二了哎、欸，对啊，就是我们不是同一时期玩的吗？你也可以十二了啊，但是就碍于是破碎剂那个白痴的东西，没办法，十二亿啊，一周不可能十二亿啊，对不对？运气好要两周，运气差一点可能要三周啊，而且又不是每次红石剂都会有，不很红石剂红石雨。因为我们也可以，我们也是达到了可以十二亿的大大了。
确认确认，有，完蛋，分心，都忘记了。所以现在就只能靠着不算破碎记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撇除破碎记忆，如果是全途经人，就只能多几次没有复刻过的复刻啊。再六个，我们再四个，又有机会了。所以保守估计在两个月。正导，哎，其实这个应该最后拿的，可是我是想看看帕迪亚的风光，他会到色维惊人，色维惊人，哎，一鸣惊人。潜水员白熊安安，你是确定什么？哦，地图全开有这个效果哦。然后嘞，是这样子吗？这是地图全开的意思啊。啊，我感觉螃蟹有变大啊。
晨早安。Yeah， 好了，我们解决了晨岛，回家喽。好，下一个雨林。你是刚起床？开玩笑，当然是没睡啊，怎么可能刚起床？怎么可能刚起床？因为那时候看到这个，我想说，干脆就全部都不要烧，不然烧一半，就说哎，这个做过了，亏了。汽水泡泡安安，早上好，吃早餐没啊？是哎，腾云腾云，公子故意安安，有没肉吧？这边应该只有这边的、啊，忘了忘了，要死！自自安安。晴天图是什么啊？哦，晴，哎，大树屋，大树屋这个位置，哦，是刚献祭完，没错。因为我不想要开台献祭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，两个原因啊，一个 Switch 真的在献祭过程真的很不舒服，另外一个是开台。又有版权攻击，很不爽。然后想说，点金人顺便开台摸摸摸摸，地图祭坛啊，估计也要十一点后才关台。最好笑是我明天可能中午要去吃我奶奶寿，但是其实我有跟他们说可能不会到，因为我晚上也我说我晚上有饭局，而且我早也中午也不能吃太多，可能要早点走，不能吃太多，然后又怕那种长辈，想说你头发留那么长干嘛？要告你屁事！不好意思、欸，头发是我的。那你什么事？对吧？关你什么事啊？这是我的头发，女生就可以剪短啊，男生不能留长，到底是什么？什么偏见？
蒂恩早安，蒂恩回任务了没？记得回任务的蒂恩，你就说你是曹猛，什么曹猛？我是 F 四，嗯，找时间来做做全图祭坛。我想说就还好啊，可是每次看到祭坛的那个地图祭坛在那边卡着，我就觉得哦，好啦，一定要找一天来弄。有找，你看找到也都已经第二个第几个季节又开始，新的季节又开始，我还没摸到。笑天吗？你是说那个猪，然后在嘲笑的天空吗？那我可以当言承旭吗？啊，不可能！哎、欸，拍完了吗？哎、欸，还有呗，啊，本来还有呗，还有吧。原来这张叫晴天图哦。他说你雨下这么大，你跟我讲晴天图？不，这边，奶奶家。这边啊，错过了。男人走这么早，男人还要捡全地图地毯，爱女人。女人早啊，女人。你也很早起耶，休假日不睡到10点11点，过意不去吧，女人。没有，我昨天好像很早就睡，我只记得有安妮僵尸没有后面了。哇，这叫早吗？安妮僵尸也是一点多的事情哎、欸，也、欸、不对，几点半？安妮僵尸感觉就很好爆哎、欸。嗯，那秘境是在哪儿啊？后面吗？我看到那个高高的塔，等一下、喔。哎、欸，月雪啊。晚点要不要跑一下失恋？没十二点，等一下我们兔要不要跑一下失恋、啊、我想去捡祭坛，這是什么？哦，欧若拉的。我的狗狗可以陪你，我上一次上礼拜跑过了，没关系啊，这不影响呢。因为需要有飞飞飞的去跑风试炼，不要不要再跑风试炼了，哎、欸，之前跟他们我陪那个之前你们前一批的新手在那边疯，就在那边疯那边跑风试炼跑到快俩工了。但我不想跑两
好一下嘛，女人。为了你，为了你，也不是说不能乱开玩笑。为了你这男人，好一下嘛，女人。哎，这个地图在哪里呀？看没有明白，看一下哦。哎，这个吗？不像哎。公司连你是第一个到的，对啊，靠你了，哎，女人。全兔窝希望交给你了。你是我们兔窝的希望，成为兔窝的台柱吧。月雪龙马你将成为兔窝的台柱。那你9点要出门哦，那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真的没关系。找一下哦。哎，我看到了，那个吗？是那个吗？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哎，好可爱哦！为什么我感觉我地图跟其他人不太一样？我看一下哦。光摇断桥，断桥。哦，叫。恭喜找到，哎，气死了，哎，我有漏的要跟我说，哎，还是你们也不太确定，就不小心被我找到，月兔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挂着出门，拜拜。今天出远门，好，路上小心。谢挂台，谢。好，我们都完成了，来看这边。边出去，然后左手边吗？等一下啊，哦，
不不不，那这个吧，哎、欸，是是是。就算知道那个东西，也要猜说点是哪一个点是吗？就是说，好，你知道这张地图，你的那个精人在哪边掉了，可是你还是要猜说那个地图的那个精人，不是吗？哎、欸。啊，没关系，反正说，嗯，大概知道雨林地图了，那就去雨林找吧。我把金人藏在那里了，想找金人吗？就去找吧。什么亮亮的？那是什么？哦，香菇。咱们是光之逆子。好久没早上看台了，早安。欸，所以你昨天最后那个是多少钱啊？你的小小色为真品，来杯茶。2100，然后最后取消了吗？把你换到死的、欸。你看吧，怎么可能200+200+200？几率这种东西用加法就不对了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几率这东西怎么可以用加法？稀有的这个东西，你用加法就不对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在这里没取消，只是先删文而已。加一堆酸米，怎样？怎么酸的？你是说，感受，可能是感受什么之类的吗？这才叫你露营啊！所以我当时就叫你们这些抓色尾的一定要露营，这样才有证据，就不用怕了。过来嘛，我飞啊！
这个烧到一半跑掉的，傻眼。明明早，雨电早，哎，跑到烧到一半给我跑掉，哎。以前大海面烧到快哭出来，现在不会了。啊，我长大了，不会哭了，不会哭了。我就是抽不高，我也想长高啊。还是月雪，我们现在来跑试炼，有没有很刺激？想想就很兴奋。听了幽离的话啊，电来了。我没见看你啊，那来啊，那我跑完这个，那我先去试炼门口，好啊，因为有一个祭坛在门口。地图祭坛也在门口。我没录影是觉得 Switch 录影很不方便，不会啊，你就那个啊，左边的那颗圆圆的键按下去不就好了？嗯？在水边吗？哦。哎，神风是大道的。长不高的账号，好难过啊！我号主就是这样长不高啊。对，月雪你红石烧了没啊？今天是红石哦。但是要一还没下午再烧哦。他下一波是11点。啊，你怎么不是狗？啊，你怎么不是狗？我只是说你怎么不是狗？我错了吗？还好，还好，这游戏不用记录哦，吓死我！贝恩也是啊，啊，你怎么不是阿努比斯？等一下去跑图的地方，阿努比斯预言记耶。对吧？不错吧？我们可以这样子制裁我。安安，雨妈绑架我啊！
你妈让我走鱼吗？等一下、哦，我找地毯。灯坛在哪？等一下，玉园山谷的灯坛。面对这边的左上方，想要石碑。石碑，这里。不对不对不对，对面这里，哦这里这里这里，我凌晨无聊在换发型，后来就被换成正太了，哎。正太谁不爱呢？对吧？走喽，月雪，出发出发！哎、欸，啊，你这把有笛子，你这只号应该有笛子吧？你怎么有配笛？身上总该带着一些像武士刀的暗器吧，没错吧？哦，有笛子，那就好了，那就好了，没事没事。哇，那你这个号其实买得很划算。等一下、哦，我要去看一下谁失恋的在哪里，哪里位哪个位置呀？有吧？九九九九九九。欸、我也好久没跑了、哦，真的很久没跑了。以前可以卡后台的跑哦，多爽！我要留意地图，地图地毯。NS 还是可以吗？真的假的？还是可以哦、喔。那我要冲咯，不行啊，我要找地图祭坛。等一下哈，等一下哦、喔，还没到哎、欸，好像右前方哎、欸。那大辣你要拿吗？月雪，你想拿大辣吗？给我，你会了哦，那哎、欸、我好像看到了前面那个是不是，哎、欸、我看到了，好耶好耶，还有六月就有彩虹披风了，彩虹裤子、彩虹披风了。那两件你这只也有，可是你的主号没有啊？不管嘛，不管嘛，那怎么过去？先跳这个，
不可能！等一下哦，这定要啊，该不要变成金人回来吧？不管那只水源，不，那是你的主号。哎，这次好像绕回来才能捡呢。是哦，啊，果然，谢谢叉叉。对啊，哎，怎么那么远？等你过来，过来。每次都会卡这斜坡哦。你是说直接滑下去吗？还是跳不起来？哎，我也是哎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啊！把你夹到头发，夹到这个头发，女人贪心了，女人，你贪了，你贪了，你都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，不是贪了啦，哎呀，小短腿。小短腿儿，啊，这游戏就瞧不起矮子啊！要么你就是最矮的，最矮的你才有办法遁地啊！你知道之前跟西敏玩，我们那时候在跑这边的时候，跑最后的时候，他直接传送我，然后跑到终点，他说他第一名，他名字在很后面的地方。就用传送我的方式说，哎、欸，教主我第一名哦。我说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看还是你是后面的。哎呦，我的天！你有没有考虑下一次跟小妞互换账号来抽？小妞想要矮子高，快领！是，这是账号的问题。你相信我，这肯定是跟恋语一样，你这个账号注定就是矮就是矮。可是小妞已经，小妞的小号不是已经矮了吗？她不要了啊，还是她的本号。本号想要矮，哎，当混上线了，哎，当混，哎，
来去蹭一下哈。翻。这球。好，再来是，哎，土司链这个好像要乖乖跑哎、欸，不能走捷径哎、欸，可惜要补习不能看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补习加油，补习加油补习加油，边飞真的是很痛苦，土司链有捷径很难而已，不是土司链有捷径啊，可是我要去做那个啊地图，我要做地图祭坛欸，我要做地图祭坛啊，地坛啊，还是他可以啊，捷径我知道啊，我当然会走啊。你忘记我们当时一群人在那边玩这个、喔？要正常跑吗？我想说，先爬上去看一下地图在哪。对啊，我是要走捷径过去啊。在哪哦？好像在那个位置哎、欸，终点。月雪传我，笑死，这游戏真的歧视孩子。我也才高你一公分呢，上来吧。我是很久，我是之前跑这边都是用手机啦。好，去试，我去找，我去找，我去找。李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地毯在哪、啊？可是坐了我就下不去了耶！你在那边等我好了，我去找，慢慢找，慢慢找。
过不去了。这边老实跑会比较好，不是老实跑，我已经忘记怎么跑了。哎、欸，终点，然后啊，这边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不要乱！他怎么会动画面？吓死我了！跳不过去！人老实跑了。哎，总有办法的，我看一下哦，看一下哦。这游戏一定有漏洞，我们相信我们就是可以钻出那个洞，像这里。啊！月雪等我。等一下，我刚怎么过的？上次女朋友就这样子。你再想一下、欸，快了，我快想好了。那等我一下吧。有点钱，我们绝对可以捡完所有的。但用了不知道什么方法，奇妙。我觉得是可以用那个啦，杯杯，然后倒地过去。但是我跟月雪还没捡到杯杯。一定有的啦，找到方法过了，你们就可以用了。哎、欸，过头是不是啊？在这里。看一下哦，这个是陷阱。好，我们直接跳过这边。我们走到这边来，然后跳下去走，可以吧？不行，这边有墙。女人你怎么看？女人，女人，女人，不可能！哎。你会走这边吗，女人？你要红蜡姐杯杯，没关系啦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一直出啦。我这边就好顺哦、喔。她就在对面，女人。忘了，我只有走过一次。你的记忆力一定会让你想起。可恶，那时候就跟你们讲说，你们在走试炼的时候提醒我，我想要蹭。哎，你们真的是够了。我说我想要蹭，就是想要蹭这个东西。哎呀，你们真的是坏透了。这是不可以跳哦！所以我们现在在怪我们喽？怎么敢？怎么敢怪你们？天哪！不是我不好，是我还不够好。这里，哇！女人，那
边怎么去女人？空气墙吧，我知道啊，可是就不确定空气墙在哪里啊。要不老实走吧，你要走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死路哦。早安，早安。要不老实走吧，要不，走吧，走吧。我不知道老实走是哪边是他的存档点。哎、欸，女人就在前面了，就在前面了。你还有印象吗？这一段怎么走？前面这里，前面这里。对，这边就空气墙了啊，过不去了。我知道那边有一些空气的那个要蹬啊，蹬上去。哎、欸，这段我有印象啊，这个就是到终点了。没有把官方当白痴啊，不是官方不照顾我们这些白痴，从头比较好，你们做得到的，不行，我们不能半途而废。你看这种墙壁就有点怪怪的，觉得它就是怪怪的。李光，你知道我们现在干嘛吗？你有看到这个黑黑的东西，它是世上最遥远的距离。没老实走，后面祭坛没出现呢。那我们走吧。要走吗？月雪，那我们走吧。要解谜，不是这个是迷宫，跑酷迷宫。哎、欸，还是月雪，我把你甩到右边去。牵手，牵手。然后，真的不行哎、欸，可恶！那我们来背背好了。我解锁，我解锁。好诶，这样子就可以东粉背你的本号，你背这只小号，你这只小号背我了，所以是东粉要跑图了。所以背背喷手，不，你不要背，你不要背，你上来我的肩膀，不，你上来我肩膀，然后等一下哦、喔，然后是要这样子，倒地是哪一个？我看一下、喔。倒地，这个，好，你下来，然后这时候你下来 ，magic 有没有很神奇？只要花少少的蜡烛，我们就过来喽！哇，终于花了五根蜡烛，
哇，真是辛苦呢。钳子也可以吧？也可以啊。我想说，杯杯应该比较，不，倒地应该比较远。恭喜恭喜，谢谢，有你们的支持，啊，你不做，你要试试看吗？你背我。那再来怎么走？再来，我们过去，然后跳回去吧。各自的地图几乎都没开，哎，哇哦！你可以点这个往前指的，上面这个往前指，面对墙壁往前指，就坐下的右边这个也可以。哎。你贴近一点，你，点一阶就好，点一阶，好像不行，你真的是最高的矮子哎，你好高，我怎么过不去？女人，为什么？啊，你怎么过来了？等一下哦，好，我跳哦，这游戏怎么别的游戏这么好玩啊？这游戏为什么别人的体验都比较好啊？我过不去，等一下哦，你的很好玩啊，哪有啊？越学来，越学来。然后这时候一样嘛，就是那个杯杯，然后试试看哦。好，你下来，要往前哦。对，然后你就穿墙了。你动得了吗？不行。好，看来是不行。来，那我们用倒地的。不行，对啊，我们刚刚怎么过来的？不行，哦，走这里啦，抱歉，月雪，抱歉了。我们历经快两个十分钟，谢谢月雪，哇，你好棒哦，月雪。早安。有没有要一起来风狮恋呐？风狮恋的祭坛在哪？风狮恋好像真要乖乖走。这个风狮恋好陌生哦。快最顶吧，我记得。我认得出他这个柱子。你等一下用杯杯喷上去的吗？在半路上，风的路上。你们讲的好像是屁话。
请问你们讲的是屁话吗？跑过的可以再跑吗？可以啊，这只是你不会有奖励而已啊。要背背上去吗？就可能背背上去，然后就坠下去看呢、啊。怎样？红粉要来玩吗？要的话，你可以上来。那、啊、我们要准备。其实你没跟中粉姐传送，我也没有哎、欸。哇，好啊，你可以加一吗？没关系啦，我一直是讲讲的啦。然后人太多又有点麻烦，因为我们 Switch 可能会不好。抱歉了，抱歉了。白熊，我有加过你好友吗？我记得我好友有一个北极熊还是白熊，是你叫我审的。有哦，可是我没有解传送过来没有用。那我可以解吗？现在吗？因为我现在技能还没剪完嘛。没事，相信这几个。哎、欸，啊，有印象了啦！嗨，来解吧。我们解到哪里了？我还好久。哇，等一下会不会变成东粉受伤的世界？嗯？不会吧？东粉也很猛吗？东粉也是猛吗？肯定的，对不对？他跑风还可以，他跑其他就不行了，是不是？可以的，相信东粉，哪次不受伤？有了，有了。东粉很猛。哎、欸，你解错了吧？不是该解传送吗？不是该解传送吗？你想要背我也可以啊。按错，那走吧，走肉走肉。感谢白旭哦，走吧走吧。啊，对于这三个新手，我都保持着他们后浪比前浪强。那你们背，我陪东粉跑。嗯？不是啊，我要看你们跑。没有啦，他搞不好也要跑，不一定要用背的嘛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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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没有很上面啊，还是我看错了？我应该是看错了吧？很上面吗？我刚到，嗯？好火变超黑的，真的、哦。哎、欸，火变这么黑哦！
怎么了？下去了。这样子哦，哇，我好帅啊！对啊，就是这里啊，好像没很高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到了到了到了，欧耶，顶到我屁股哪里？这时候番茄不应该都说嗯我知道啊，人嘞太急车，这边怎么动，这边怎么跟我脑袋一样有动，哈哈哎，好气好气！哎、欸，我上次跑这边没事哎、欸，他这太贱了吧！怎么了？在扒什么？在扒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繁星来了，繁星来了，繁星来了！啊！以后谁说要玩恐怖游戏，我推光遇 ，A.K.A. 光遇恐怖游戏。我想说帅一下，因为不是都有人会这样趁着风来的时候飞吗？说别再玩什么雀魂麻将了啦，光遇也很恐怖啊。恐怖的是，你的钱会莫名其妙不见。不是一直都有动吗？可是我以前没印象有哎、欸。不是，我以前走，你觉得有动我会没有留意吗？对不对？就是没有走过，没被坑过啊！肯定是你们把这个洞融化的。哎呦喂呀！还是你好运一直跳就过去了。我刚刚很想这样子。看来我不是好运兔兔。泡泡安安，好运兔兔。
杯，月兔安安，不，安过了。带我飞！笑死！哎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吗？哦，月雪要不要来？花了发到了，哎，不愧是萌新，好猛的！飞切模式就哇，讲的好专业哦！直飞切是什么东西？道理我都懂啦，只是差点，我要作弊了，摆太久了吧？之前都是用手机过的啦 ，Switch 真的，他们跑得过我就觉得很强哎、欸。这两个是用 Switch 在玩的哎、欸。
别，不用替我加油，我是不需要加油的人，好不好？我这些卡痕都是，我上次也是啊，真的惊人哈，无波无耻了。没有，我们之前就很喜欢在下面玩啊。冬粉，白熊是哪一季开始玩的啊？因为，最后面这一段我是觉得很好玩，因为你顺利的话，你根本不用操作什么的，你就直接喷上了。对，上次就是直接喷就上来了，也不用切什么滑翔、贴纸飞都不用切。就莫名其妙上来了，在干嘛？我角色会自己动。哦，不会是冬粉？走了，火失恋了。好像是梦想季尾端。哇，反正不要，只要比我早玩，我都会哇。感谢最后火试炼了，陪我在那边要做祭坛的，天哪！嗨，泡泡，大家聊天室啊，哦，啊，你们这边是走捷径还是正常走？因为那个地图在那个路口那个终点而已。泡泡背我。泡泡，你有他们好友吗？等一下，白熊，你等一下传我啦！白熊，你等一下传我啦！没事。是这里了，亮回来了，有这么暗哦？之前很暗吗？哎，亮，这是新的点吗？哦，哦，
怎么你的路线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啊？啊？哎，你的路线怎么跟我不？哎，你下次有空，我们来约会一下。我想知道你这路线怎么跑。你也是跑这边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的哦。啊，因为之前都是走边缘的路线啊。哦，我们过去啊。我们先过去啦，还是不行，过去就传不过来，是不是？有传送吗？我有两个人的传送。白熊，传我吧。谢谢泡泡。哎、欸，欢迎安安。好黑。没跑，你好强哦！再来怎么走？你怎么把东本放下了？天哪！你怎么把它放下了？还是你刚解锁了？放生？真的假的？认真吗？那我先去跑跑，我先捡金人了哦。天哪、啊！笑死！东本，不要哭，他回家就好了，把他捡过了哦。那他跑灰了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刚刚跑到公司大道。啊，谢谢东本陪我们参加这个闹剧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白熊，谢谢泡泡。谢谢月雪。对吼，靠北，我想起来我地图没开，可是我懒得开游戏。没事啦，我也是今天才想到说，那么早开，如果要开久一点就要捡地图。喝水，等一下哦。点完再喝。哦，你想开地图哦？真的好懒得开，我也是很懒啊。所以我本来想说预言祭是最后再来。他刚刚只是想说，顺便问那个月雪说：“哎、欸，月雪，不然我来跑这个吧，都可以。”哎，谢了谢了。去跑，再来是风之大道哦，风道啊，对，今天
今天红石在那个圆梦村，你们相约去烧一烧吧。说到开地图，木土的四龙也没，那边真的好危险。没事啦，风道你那时候找好久，我找找看哦、喔，连你都找好久，我会怕、欸。下班了，睡觉，晚安，晚安。哎，我被冲到哪了，白痴！白痴不是这里吧？哇塞，怎么这么巧啊？笑死！奇怪，怎么一下就找到了啊？嗯，我不是故意的啦，啊，就刚好。一个撞飞就撞过来了，太好运了吧？我不知道，看一下住在哪里哦。他的另一侧是不是啊？也太刚好了吧？太好笑、哦，是另一侧啊！我看一下，你们想要紧的话，就是我想说啊，完蛋，刚刚好像盾太低了。哦，就是，哦，对啦，它的另一侧啦，上面那边 ，OK， 没问题，你们要捡的可以走那边。那时候我还看攻略没找到，哈哈，哇，我刚看到青蛙说，啊，木什么东西，风道找好久，我想哇，完蛋，连青蛙都找那么久了。那我是不是没救了？看来今年不适合刷色尾啊，都来这边了，好想买身高药水哦！天哪，教主这边地图想要自己跑还是需要人家帮忙站？跑什么？站什么？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慢慢走，慢慢逛。谢了，谢了，谢了。没事，没事。
刚主要帮忙是那个啦，就是试炼那边需要帮忙，这边原则上都 OK 了。久违的逛地图，对啊，我进去当传送门的。哎，没错哦，你那边是十包 point。真的是没想到疯了，想要解锁这个东西啊！这你也知道啊，那个功能卡在那边一直没有解，我觉得心很痒。哎，啊，你们是约今天是跑小王子是不是？晚点，真的要出门？对啊，我是说那个样样不是有揪吗？想说你们跑完，然后礼拜日刚好优先级。好了，下一个点，峡谷。啊，峡谷看一下哦，这边。老焦要不要帮忙站一下？哦，你是说高塔那边哦？哦，可以啊。只是你要等我大概十分钟吧，二十分钟。幽冰塔。OK， 拜。OK， 拜是这样。OK， 拜。OK 呀、yeah. ，OK 啊，哦，爱冬粉，我今天看到一个打法，哎，是把那个布斯湖的那个嘛破碎铠甲特性互换给那个太晶洞的 BOSS， 然后再用连击技能嘛，鼠数额啊，那个种子机关枪，然后把太晶的 BOSS 就是越打不是扣越少嘛，防御扣越少。出门拜拜，啊，都要出门哦，路上小心，路上小心。
哦，直飞飞飞哦，飞好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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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呜！没有侥幸的啦，有时候飞一飞，不知道为什么都可以这样。我知道有个特殊按法可以按一按，就是那个嘛，喷，不是什么喷射。手机我会啦 ，Switch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按。Switch 常常跑一跑，跑一跑就会这样子。番茄上线了。然后飞太直都会变成平飞，哎呀！我来烧石头的，啊？什么？我烧石头？啊、你们坐那边，我坐这边啊。红石，哦哦哦。哎、欸，那个是滑行赛道吧？啊，反正我还是要去，不那么多，还是要去。可是上次最好笑的是，我们不是要跑这个吗？我要捡金人，结果还走捷径出去，然后就讲了一句：“我以为你要捡金人呢、欸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对耶。”我要折回去。笑死我！笑死我也！圆梦村那个斜坡上去那个隐士山谷还是不会飞、欸，可它不是可以蹭鱼然后直接冲到平台上，那个我还是不会、欸。我支架还是有去练，但是滑不下，滑不上去，我很挫折、欸。为什么要把那个下面的缝给改掉啦？好气死！哎，好气哦！好，现在每次跑隐士山谷，我都跑去风之大道，顺便吃那个大辣，然后再撑到隐士山谷。哎，气死！哎，想当时月雪这个吃不到，还想帮他吃，结果他吃到了，哎，就知道他的资质不错了。想当年月雪还在 DC 偷图说，有人可以帮我捡这个吗？然后说好啊，来啊，帮你捡。然后回了我一句，没关系，我捡到了。哦，他的资质怎么那么强？这个人是天生玩光遇的好手。你有兴趣加入光遇电竞团？然后趁人家出门再讲。第二个灯啊，好。
这里有一只仙族，怎么捡都不会成功。最后一张，捡什么？好多人，该不会是我吧？不是。紫色光的，捡都不捡什么东西？溜冰场。哎，城堡有大辣，城堡有哦，白痴，我没有看啊，看。终点有一个，哎，城堡有一个啊。拉光哦，你是说里面的那个吗？拉了三次不成功，悠悠安安，你说在那个小通道里面是不是？这进去左边的那个吗？还是你是说跳崖的？哦，不成功，哦，为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拉还是想要摸一下。终点里面，节奏乐。终点。早安，哎，你什么时候要消失啊？还没开始吗？走到最后一个，直接跑掉也归零，为什么？你的游戏好特别哦。刚怎么没有看城堡的啦？我好气哦！好，等下来。好，在哪里？城堡这一层。云梦村，啊，这是在哪里呀？哎靠，现在好黑哦！等一下哦，云梦村第一个任务，这里吗？云梦村梦想地在哪里？干嘛？不是，完蛋了！圆梦村怎么看都长得很像呢。这个是第二个啦，啊，第一个不知道在哪里。梦想记任务一，哦哦哦哦，好像知道了。雪怪暂时不能跑了，什么雪怪？你是说那个两人比赛的那个？
像是这里吧？对对对对，是这里，是这里，是是是是是。请问乐器商店是不是也要来一下啊？里面有吗？乡村剧场。这是国际服吗？这是，对，国际。你刚跑完图没有？现在紧盯人，顺便坐坐地图。安安安安。哦，白痴，太正了吧。在外国，我现在凌晨一点还没睡，赶快睡啊！凌晨一点，你在欧洲吗？加拿大，伦敦。这云真的不会蹭呢、欸。蹭云蹭到好失望，哎，不蹭了不蹭了，我们乖乖的。在英国哦、不要不要，好不容易周末了，那就好好的玩吧。
我是比较习惯蹭左边啊，这边真的不好蹭，哎，没办法啊。他那个我最喜欢的地板改掉之后，又很失望啊。我东西不改，你改一个地板，那我每次来圆梦村只吃一个大辣了，又不去影视山谷。哇，是马尾耶！爱了爱了。乖乖坐船的光子变多了，对，逆子们都开始回归初心，你们在乱炖啊啊！船就是给你们坐的，在那边给我炖啊！叛逆期被纠正，谢谢小牛，哎、欸，成功了、哦。谢谢小妞、哦。我要去滑行等你吗？应该是不用。我等一下要去城堡做那个地图，城堡一张地图没有做到，这困扰我三天，终于完成了。哇，你怎么没有来托我求救？我说有，我说没人理我，还真捡过了，白痴。叮。影视山谷差点回家，白痴。哪里？在哪？上面吗？哦，气死蛋。好耶，他两个，啊吧吧吧吧吧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，我要回家了，要回家了。啊，你去靖格等我吧，只是靖格可能要有一点久，我木图还没跑，我看一下哦，啊。还是你要在滑行赛道那边是直接等我，因为我滑行赛道那个应该是踩过地图，我不确定啊，所以我想说我等一下。现在头发在搓我里。飞行赛道的城堡那边哦，我正在走啊，不然你去滑行赛道的门口等我就好。繁星一个好友位，可以不用马上回答，是可以，只是我现在你要加，而且你那边半夜，想说等一下要加的话，我等一下加你，是可以加啦，只是等我一下，因为通常我加好友都是看他们有没有看到最后，有看到最后就想说让他们加，没看到最后就是他们的损失。
两番茄，你要哪个？你是在滑行赛道了吗？真的吗？真开心，不会，你不要后悔就好。你不要后悔就好。应该这个吧。欸，哪里啊？我看一下攻略。城堡，白痴啊，在下面哦。哦，我看那个，是那个哦，看这个吧。滑行有祭坛，我就是要去那边做祭坛啊！你喜得欢，我就是说滑行路口。我刚不是说路口等我吗？门口等我。结果我准备好了，我的司机在摸鱼，让我继续看台。哎呦，真好，有台可以看，真好，有台可以看呢。这应该是滑行吧？那个小金人的点。我应该是做过了啦，所以保险起见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店里的喇叭好播，一直断断续续。你给我播喇叭哦。好美妙的声音传递给其他客人。欸，你要讲，要提早说呢。你早点讲，这个声音的繁星就会出现了。欸，我做过了。哎，只可惜这个变声器不能用在 DC， 不然就我就可以用这声音一直在闹那个了，就可以闹安妮了。你说，哎，安妮，安妮，我看一下他在干嘛？哎，他们在打积分的，他在干嘛？女人，你现在在剪片吗？女人。他会笑疯，他会爽疯吧，爽到疯，爽到翻过去。啾！哎，变慢，来一首安口。你还在？你在剪片吗？还在画画？这时间会出现。一定是没睡觉，或是在没睡觉的路上。甘元神，哎呦，辛苦了。好了，回家。看一下哦，做了做了，飞行梦想，去分享三个，哦耶，白熊是不是？白熊，那个 YT， 你就叫小雪吗？还是你有什么称呼？要加你好友的话。白熊，我来了，谢了谢了，这个我做过了，谢谢，来，给你个奖励，允许你抱我，来吧。
那小雪在吗？哎呀，我的呢？哎，我没，你没经过我允许牵我手，还给我放爱心哎、欸，你这个已经过头了吧？哎，我的呢？你未经我的允许，擅自使用徽章，让我的手冒出爱心。是的，好。谢主隆恩，嗯，平生。是的，你在。好，那我剪完下面的，就加你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那我的呢？哎，打不开。开门，要溺死了！开门。小雪来吧，朱克安安，来吧，叫左右，来哦，自己按暂停哦，自己按暂停哦，这个画面自己按暂停哦 ，YT 自己拉回放哦。好，继续跑图。来，我们下一站来到了，哇，木土人哦。我去进阁吗？看你啊，你要的话。好的，嗯，看看这个马桶，哇，马桶的土味，不过这边的祭坛在哪边啊？哪边的祭坛？你是说那个吗？定格的那个右边门吗？哦，他在好上面哦，啊，不然你在路口等我，我带你走，我带你走。他在路口，然后抬头的上方。你在路口等我啦。还是你自己飞飞看，反正就是他在那个平台最上面，你看一下，哎，这是哪里？飞飞看，嗯，莫川四二一安安，接受了我的邀请，
哦，谢谢你愿意加我好友。好啦，你那边也晚了啦，能休息早点休息吧。放不下的理由。嗯，来到了木土，想起的 BGM 都是浸泡在四公升的水里。梦圆楠楠，需要帮忙吗？你觉得我需要吗？你是说，生活上吗？可能需要，生活上的开销可能需要帮忙吧。那我们那这我帮不上忙了，哦，那没关系。人家是有在遛龙是不是？这龙的动作怎么怪怪的？等一下哦。乖乖的，差点按 R 键，按 L 键的，现在又在迷龙面前收蜡烛，笑死！这迷龙真的位置怪怪的哎、欸，怪怪的哎、欸，这只龙，还是这迷龙有大小精？等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这张的图在哪边？小心明龙四龙图，四龙图大花旁边，大花旁边，我差点就又错过了。Big Flower。大花旁边，我木土在几个月就终于跑完了，就差沉岛雨林，什么意思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这里，好险，不会啦，接后台就好了。陈岛和雨林先祖还没拿完啊？你不是玩很久了吗？你是重玩哦？毛细安安。
几个月前开始玩，还需要帮一下忙，哪里呀、啊？要帮什么忙？Hello， 已订阅小菜小菜，你好安安，一、二、三，飞。是不是忘记存藏的祭堂了？哦、oh.。我回去，没错，忘了，好太嗨了啊！感谢提醒，啊，不是，我刚刚才在看沉船的，哎，哪里？哎。想说，嗯，跑得好顺哦，翅膀没耗好多，可以可以，我进步了。完蛋，惩罚来了，哪边啊？这里。啊，还觉得很帅，说可恶，可恶啊！看下一个战场，沉船这个位置是哪里？看一下哦，右前方吗？那个，啊，谢谢墨川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不好意思，你有兔窝，但是你没加，你有加 DC 吗？有哦，啊，你有没有加他们好友啊？有玩光遇还不加好友，这样对吗 ？IG 聊天室可以说话吗？其实我双开啦，另外一边在Twitch。没有欸，为什么害羞？你都在偷偷看，然后都不加好友，干嘛？你觉得兔窝很难相处？为什么？攻击一大堆，萌新都比大佬还要猛。我比较害羞，没事没事。那个生僻字安安，不会不会念。哦，那个生僻字安安啊。哦，进阁二楼去一缺三，看不了线。一缺三，就你一个哦。不是啊，你名字就生僻字哦，我也不能，我也没办法、啊。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这想法很大胆，但我想试试看。看过图，
来。然后我的翅膀就满了。好客家啊，繁星。繁星你怎么可以客家成这样啊，天哪。等一下你在笑什么，这男人怎么节省的这样子。在哪里啊，感觉是这边呢。讲什么很猛的东西？没有啦。你有多猛？我收别人爱心都不回爱心的，无耻！这太无耻了吧！拿人爱心都不回送的。欸，这边只有上面跟下面齁，忘记了。不要，这次有人给我开门。晚点过来，先过来一晚。好的。梦圆拜拜。受不了了，等一下。谁是谁？我就一个翅膀啊，谁？好了，最后一个，对番茄你找到了没？到了，对哦，不对，那他要飞到很上面才行。我在这边当祭坛先生，目前有三个人来做了。嗯 ，Sugar， 还是要请教主帮忙一下，帮什么？看来只剩下暴风眼那边的了。阿奇也满了，看一下暴风眼，好胶拿了。
我小号回去。好，诸葛要什么东西？要帮什么？哦，你想加小雪哦？问问能不能发 IG 号？好、哦，不用啦，其实，哎、欸，那你们两个等一下，那个 Sugar， 你跟小雪等我一下哦，我技能剪完，技能剪完就，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怎么变这样？然后等一下你们两个白椅子出来聊天呢，可以吗？那等一下番茄靖哥靠你了哦，靠你飞了哦，翻爬好久了哦。我几点开始开啊？我好像六点半多吧，还没七点。哎、欸，好像也还好哎、欸，开快三个小时。我突然发现我的大肠变线，凉了。凉啊，凉了，凉透了。你们看，我昨天玩那个，前天玩小偷，崩溃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就要知道，如果万一我养无意。翻车的话，我会有多崩溃了？你是很不想让我点，你看不到对不对？我回家。小雪跟修哥传我，你们两个传我。那我要不要用小号飞上去，你再上来？还是我跟你就好了啊？你的小号就不用了。看一下哦，修哥。那小雪嘞，传过来啊！你去拿椅子，你去拿椅子。养无意玩家都很勇哎、欸，我没办法、啊。讨厌默契，这不用默契吧？哦、不然你用好了，我直接传啊。小雪嘞，飞飞要同时按才会上去吧？不用啊，不然我们现在试试看呢、啊。你对我按飞飞，来你上来，看不用啊，下来。小雪来了，小雪来了。那为什么我的药？我不知道啊。小雪到了。啊，修哥嘞？修哥，我来了来了。
我看一下、喔，小雪在这。这个在八的是小雪，那个在八的是小雪，然后这个长得比较高的是 Sugar。好了，我们去跑图喽。走吧，男人，走了。哎、欸，好摇！哎，我不知道今天要跑图，因为我今天把金额都跑完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你应该跟我走哎、欸。来来来来来，把你拐走，快！看来改回来了，谢教主，不会不会。什么？你扒什么？为什么要牵手？干嘛？这边没有啦，再是三楼啦，再是要穿墙的地方啦，再要穿墙的地方。不知道啊，我知道你不知道啊，在这里。然后再来是四楼。哎，爸爸爸爸爸。放我出去！你干嘛？举白蜡啦！举白蜡啦！我要金人要解，你想骗我去哪里？你想骗我金人？你这个。你这个动作，等一下，我怎么？
应该都跑过了吧？还要捡蜡吗？你都跑过了吗？你是不是不想牵手啊？要想欸，我也不想欸。不想牵手要说啊，不勉强啊。你想放爱心，哎，活该。没有啦。好了，靖哥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靖哥没跑哦、喔，哎、欸，哈哈，我靖哥没跑，哈哈哈。还有一层金人不捡吗？这个啊，这个我都是最后捡的啊。嗯，那再回去跑一下好了。哈哈，原来我没捡啊。哎、欸，没有啦，我最上面没捡而已啦。我想说最后面还要烧那个，好麻烦哦、喔。对啊，过了。番茄，新墨要不要去？新墨的点要不要去？阿全要去金墨小王子地图要他去，这门也变得太明显了吧？哎，以前有这么多栅栏吗？哎，今天可以去太空哎、欸！要叫月雪他们来玩，你可以去太空玩。办公室了。啊，金墨花园。
雪莉安安。地图全部解开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就是会提示，还是就没有？不会说你哪边没有完全解开？接通安安。就提示而已，提示。不会提示吗？哎，好难。我会说恭喜你全部解完。我会说送一只，那叫啥？花眼怪。还要坐着看提示。在哪预镜座吗？被灰了啊！跑灰了，跑灰了。好了，番茄跑完了，谢谢。水管区哇，暴风眼有没有要带我去？多边要半年后才会到，对，最几乎都要半年呐。啊，也会有意外是在那个，可能很快就拿到了。通马暴风眼你要带哦，还有一个在水管呢，大哥。最后投胎的地方也有，对耶！哦，伊甸的我有做了。伊甸的我是今天在丢那个被红石砸的时候有看到。哎，在哪里？有没有？这是伊甸的吧？星光净土也有，我的天哪！伊甸。大门，我不要再投胎哦！我不要再投胎哦！我下礼拜，下礼拜提醒我。我不要，我现在还不想投胎，好累。你可以给我温暖。金末地图看呢？看呢吗？看了啊！哎，对耶。干星墨，白痴哦！哦，不是明天吗？我不要，
想说要跑一次筋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而且我明天没空啊，我明天中午奶奶的寿宴，晚上又有那个干爹、干妈、干妈来台湾，要去吃个饭。哎、欸，刚刚不是坐计程车对耶啊！啊，烦心累了啦！我累了还感受不出来吗？你回来了 ，Hello。刚才太久休息了没有？看地图看太久了，好累哦。这水管区有点狠呢、欸。金光镜，哎呀，水管区哎、欸，水管区是第二个伊甸园门口了哎、欸。虽然等一下去那边捡个金人啊，那边捡金人好。哎，回家回家。冒风眼地图你都不敢去拿，真的假的？好吧，带你去。那边很痛苦，可能不知道要不要 try， 嗯，先试试看嘛。哎、欸，可是我用 Switch 的、欸。那边好可怕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会怕哎、欸。第一次通过那边创伤还没好，白痴门开了要说啊，
妈耶，到了耶，天哪、啊！我第一次献祭，隔了九月才去。哎呀，我太久了吧？我刚看到了、欸，等一下哦、喔，等一下哦、喔，等一下，我刚看到了哦、喔。看错了吗？天啊，这游戏没有爱耶，那人直接跑了。哎，番茄，你等我一下。后面就旁边躲到投胎，那你等我，有没有可以亮？我摸一下它，好痛，番茄！我在吃魔法哦，哦。哎、欸，这边等我哎、欸！哪个位置啊？感觉不像这里耶、欸。然后在这里面呢、欸，看一下哦、喔。白痴哦，干嘛啦？好刺激啊！等一下，我刚看是在这边啊。哎、欸，我看图是在这边呢、欸，你看，好像是在这后面呢、欸，啊，这里啦，白车。趁云吧，
番茄危险，番茄危险。番茄，我很抱歉。我们坐回去吧。哎，坐回去了，坐回去了，这边没有了，我这边剩金门了，坐回去吧，坐回去吧。先走了，拜拜，莫川，拜拜。啊，谢谢番茄。他太坏了。我在哪？他怎么是在这里？我走得回去吗？门是开的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！我不要起来！我不要起来！我不要起来！哦，剩一颗哎，吓死我！原来天堂路是这样子哦，对啊，正常的路线是这样子啊，挨的嘞。这个身高很尴尬哎、欸，跳不过去。我今天就失败在那边失败好多次，跳不上去。企鹅还在吗？企鹅，梦圆找你，圆梦找你。他没有啊，他第一次带，他第一次就是被呆鱼他们带的啊。应该说那一批都是走捷径过去的啊。YT 贴要贴什么东西？然后这个洞好像有变大哎、欸，我觉得啦，它洞变大了哎、欸，超大的哎、欸，觉得吗？要贴好友连结，可是 YT 也会挡哎、欸。没有，你们贴在图旗呀、啊，你们贴图旗啦、啊。啊、如果被怎样的，我再解开。哎，大大，那你们贴 YT 好了。YT 如果被挡的话，我可以解开那个。我们去 YT 吧。哇，差五个哎、欸！天哪！
快十二了，我其实可以十二了，只是破碎的要太久了。破碎记得太运气了。哎、欸，刚刚我应该是没有掉啦，来检查看看。哎、欸，很棒，刚刚我没有受伤。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快十二了，然后我就跟小妞说，如果真要保底的话，就是至少还要等四次复课，四次复课嘛，然后一个礼拜两次红石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到200亿。嗯，圆梦你贴吧。好了，谢谢谢谢，今天终于把我们的地图全部补完了，只剩下那个啦，投胎后的那个星光大道。哎、欸，被挡了哎、欸，完蛋，那怎么办？哎、欸，圆梦，圆梦，你有我的好友吗？不然你们直接在我这边呢、啊。你们直接在这里尬聊啊。分两段会被挡吗？应该说打三个 W 就会被挡了。哎，真的好累呀、啊！哎，墨金。不是，他不是圆梦。要不要解任务吧？椅子可以解哦，不行啊！哎，圆梦来了 ，BP 你过来吧 ，BP， 过来这边，过来这边，传我，传我。BP 咧，黑色企鹅，你人呢？哎、欸，幺幺先不要过来，加满了。
满了。你们满了啦！圆梦过来，圆梦过来，圆梦过来，我们牵手。圆梦过来，过来我这儿。北七，快点呐！哦。先骂一下北七，天啊！是主播。好了，七二来吧。你也过不去啊，就满了，你过来什么？还是满的吗？我也没办法喽。等着你来干嘛啦？传不到，那我传你好了，等我一下哦。那圆梦走，你等下传我。哎、欸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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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一届尬聊大会不是啦，你们这个你好不是应该在刚刚 YT 先讲好了？尬聊第一句话都是你好你好，初次见面你好你好，叶云轩安安，哎、欸，你会改连结吗？圆梦，你坐好，你给我坐好，不要离开。圆梦，你给我坐好，不要离开椅子。你会改连结，你把等一下他复制给你的网址，你复制下来，贴在你那个手机的 Google 上，然后贴上，你把企鹅删掉就好了。DP， 你再贴一次。你刚刚贴的时候，他好像站起来了。你剩多少一下的点数吗？哇、啊！现在你把这个复制下来。然后你贴上之后，你把那个企鹅改成，哎，是企鹅删掉还是企鹅改成三个 W？ 哦，对，改成 SKY 啦，白痴，我想。圆梦，你会吗？你不会要讲哎、欸。你把你按住之后会复制，按住之后会自动复制，然后你贴在那个 Google 上，然后你把企鹅删掉，改成 SKY， 那个就是 BP 的好友嘛。墨镜安安，
我鼻子里面好像卡着什么小精灵一样，有成功吗？我应该要去睡了，我现在眼睛开始在痛。太干燥，开始出油。你昨天没睡，我还没睡啊，我到现在还没睡。你看我现在眼睛好痛，哇！没有开始红了，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哦、喔，再揉个，我再不是揉眼睛啦、啊、拿卫生纸压着。哎呀，怎么看那个钻石？是谁？谁在聊天室打字？哎、欸，安妮，安安，该睡了，不好意思，你怎么现在才出现？怎么才出现？嘿嘿，你又回来了，安安。两点半了哎、欸，安妮，半夜两点半了，对。道正输一晚了，本来想说你红石那边惊人拿人啊。红石那边，红石哪边？红石，哦，你说今天的有拿了，拿了，拿了。今天献祭前拿了一次，献祭后又拿了一次。圆梦，你把企鹅删掉。你复制好的那个企鹅的图删掉，改成 SKY。界面直接加了，我想说你们要省辣，我想说你们是要省辣吗？我想说在。那也哪出，而且顺便也教他，他新手，哈哈哈，笑死！欸，那我就离开了哦。这什么东西？哦，然后怎么有一只螃蟹？哎，换好看的衣服，来去伦敦了。那时候不是说我很喜欢古鲁夏吗？原因就是这个啊，你看这个围巾这样包起来就好看吗？刚好顾一下也是这样子。那个好像是你，哪一个坐在椅垫上这个吗？这个、哦，这是你哦，嗨，你好，你好，干嘛？你要直接加哦？真的是你吗？是你的话，拍手。
如何？你开开心你就拍拍手。那你要加好友吗？你要加的话，用 QR code 啦。等一下哦，好，懂哦。哎、欸，那念中吗？还是念什么、啊？我忘记了。对啊，中 啊，可是我怎么没看到？白痴哦、喔！啊，我的国文还是不错吧？安安，那个自己暂停加哦，然后后拉回放哦。那请问这个小可爱是谁？是小可爱是观众吗？戴这耳机是在看我的直播吗？可爱你是谁？我加好了、哦，哎，我快速抱一下就走哦，拜拜。所以这不是观众，那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眼睛再受伤了，听一个，回家回家。那、啊、你是在这边堵我，还是在这边等人？对呀、啊，白痴。好了好了。对，差不多哎，就说剪这个加找地图，三个半小时。哎，主要是试炼呐，跑太久了。哎、欸，那这个管子很好玩哎，如果他现在都会跟着的话，赌赌看碰碰运气，今天好像看到是有人带这个啦，昨天呐、啊，啊，哎、欸，那猫不是很好笑吗？你好，猫咪来，猫咪，猫咪来，逛街了，我们去拉爸爸。那管子怎么可以拖着了？Switch的啦，Switch才行。它就是方便你看哦、喔。比如说我要把猫放在那个衣柜里面，对不对？要慢慢调嘛。它现在就是有个预设在这边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可以这样拉，你有没有？猫，然后放上去之后，上去啊，刚还说上去，然后按 A， 有没有？就在上面了。是这个功用呢？它就是，它会先让你看说大概位置在哪边啊，然后你就可以拖曳，然后拉远拉近。像比如说，好，我要放在星盘上面，有没有这个位置？然后再往前往前往前，
棒，这样子。他现在 Switch 有这个功能，我那时候以为是 bug， 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篝火变成这样子，吓死我了。你跟我说你想要赌高，你这已经很高了欸，对我来说很高了欸。休息啦，感谢大家，今早无聊，太无聊了，对不起，跑去献祭了，跑去献祭了，跑去献祭了，来当古鲁夏，啊，他的发型很像古鲁夏啦，我去弄一下喔，可是他没有真的很像的。这个也不是啊，辛苦啦，开心开心，眼睛又好了，就可以再战10年。小王子的嘞，啊，这个啦，很多人想要这个发型，都没换到，变黑吧？为什么现在都不会变黑？下一季可以变成更像乞丐的击球动作。啊，你不是对那个受伤的很想要吗？大家晚安啦！哎，休息休息。啊，还是这个好了。他们那时候说你换发型，我好不习惯。哎，看到我就是要白削。哎，很好很好。
我也想要白鸟啊，啊，但是没白鸟。不好意思，怎么放？好啦，大家晚安啦，晚安晚安。啊 ，OK， 关的关喽关喽。他怎么讲？大家晚安 ，Good night， 我是咪。然后去点看一下片头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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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帮我看哦，怎么看啊？我忘记了。球门太近了吧？我没办法控制它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我先去看一下。一下盆吗？等一下哦，都是不能看的，对不对？不能给观众看的，对不对？要一球定胜，看谁投硬、可以没差哦，那怎么看？这个吗？好了，你看到了。3154，各位团体票，你知道买什么东西？不是吧？你是说那个吗？旷野之息吗？再想一下，好，如果出黑色裂空之后，我就玩旷野之息，好不好？我不是不给旷野之息机会啦，只是我觉得我玩起来应该也是不知道干嘛。蒂恩有没有丢什么？哦，你是说团体票、哦？不，三人的票、哦。文尼恩啊，利恩，有人在跟乞丐要票啊？你不是说没有要玩吗？我这就一半一半啊，但是看安妮又很推，但是我就真的也是怕说到时候我怕我不喜欢。哦，你是说计票、哦、白痴哦？我还以为是只买那个什么 Switch 的那个什么票嘞？那你买？团体票，你我小号加，好、哦、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啦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おやすみ，good night， 拜拜，拜拜。